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埃森国际改装展的现场，那些经典欧系性能车你在这里都能找得到。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汽车，它是三个轮子的，拥有120年历史的德国改装大厂 ABT。东京改装展呢，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。大部分的改装车呢不会在白天出现，但是每到周末的晚上的话，这群人就非常的好找。那今天我也来到了这里，这就是著名的大黑 PA。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来到了 Endless 的工厂。开着改装车跨过国境线，著名的东南亚神秘国家老挝，你看这门多金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台北，在我面前的呢，就是电影里面周杰伦驾驶的这台 RWB， 这里呢有一个他的签名。1200匹的轮上马力的 GTR， 我脸好麻，好李轩。从博德的工厂呢，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又让我魂牵梦绕的一个赛道——大鹏湾。我们都是水平对峙车友，我说水平对峙，你们说耶，水平对峙，它有什么道理可言？这个是图归是老师的 Twitter 发了我的车，我你妈！在这个斯巴鲁呢，也遇到了很多悲痛的故事。